多彩的毛呢甲应该如何配色呢？今天艾米就为大家带来这个教程。准备好这些工具吧。用白色完成打底，找灯，然后用平头光疗笔取 JFY 灌装胶的粉红色，横向刷出渐变的色带。接着用紫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黄色分别刷出色带。用白色画出长条纹，填补色块间的空白。找灯，然后用白色、蓝色再次轻刷上色。记得照灯哦。用拉线笔分别取各种颜色，拉出横纵相交的细线。找灯，刷上加固胶，找灯，再用灰色为甲面前缘上色。找灯，重复上色。找灯，贴上金线，用金色拉出细线做点缀。找灯，粘贴饰品，找灯，最后整甲刷上封层照干就可以啦。用这些颜色，人人都能做出好看的款式。亲爱的，快动手练习吧！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